能不能晒？一，可以晒太阳，大多数的多肉都可以晒太阳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植物，能够利用阳光中的能量合成养分，帮助自己生长。不过它们有很多品种，而不同的品种对于阳光的需求也不同，像锦天科、龙舌兰科的多肉生长就不需要充足的阳光，不然有可能会发生徒长，而像百合科、十二卷属的多肉就比较喜欢柔和的散射光照，如果长时间生长在强光下可能会被晒伤。在平时可以根据所养多肉的种类给予它适宜的光照条件，不过要等它进入休眠期之后，就需要将它放到阳光相对柔和的地方，避免强光对它造成伤害。